在这一边，我们有 a 等于 b 等于 c，我们可以拿我的 a 等于 b，可以拿 a 等于 c，也可以拿 b 等于 c。根据我的经验，我直接这个三单单的而已，所以我拿 a 等于 c 和 b 等于 c，所以我有 2x 加 y 分3等于 3，所以我就有 2x 加 y 等于 9，所以我的 y 等于9.2x，这个是我的 equation one。接着我有 3x 减 2y 分8等于 3，所以我就有 3x 减 2y 等于24，这一个是我的 equation two。然后我 sub 我的 equation one into 我的 equation two 的时候，我是拿这一个九减二放进这个 y 里面，所以我就由 3x 减二括弧九减 2x 等于24，然后我再把这个乘进去，所以它会变成 3x 减18加 4x 等于24，我有 7x 等于42。我把我的这一个搬过来，24加18，42，所有的 x 等于42除7等于6，然后接着呢，我就 sub 我的 x 等于6，OK，into 我的 equation one 的时候，我的 y 会是等于9减2乘6，2六是2，9减12减3，所以我的 x 等于 6，y 等于减3。这个就是我的答案了，OK，我的 x 等于6，放进这一边里面。好，这个就是我的答案了，嗯。